快则三天，慢则五天。三天五天？如果到时候皇上不来接本宫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你自己回去喽。什么？你要本宫自己跑出来，再自己跑回去？是啊，你自己回去跟皇上派人来接有什么分别啊？最重要的是皇上对你越来越好嘛。本宫这一来一回，难道皇上真的会回心转意？会。 因为我已经派人在皇上身边留意，随时向我通风报信。我相信，哎呀，你等我安排啦。娘娘，二使差人送信给汪公公。啊，快看看。来，娘娘大喜啊！相信不出三日，你就可以回宫了。 朕说不吃就不吃，老动手。皇上，您别怪奴才多嘴啊！自贵妃走了以后，您是夜不成眠，白天处理国事也是烦躁不安，不如命人请贵妃回来吧。真的是，什么时候要你多嘴了？你再说，朕赏你板子。嗯，出去。是，把这个也带出去。 又被骂了一顿。哎呀，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记住的啊！哎呀，这种话以后再说好不好？不过汪公公，我求求你，你赶紧想办法让贵妃和皇上和好，行不行啊？我们这些奴才天天跟在皇上身边，不被打死也被骂死啊！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快了，快了啊！去吧。 庶女啊，在哀家宫中不用这么拘谨啊，喝茶。谢太后厚爱。皇上驾到！儿臣参见母后，不知母后宣召儿臣有何吩咐？母后叫你来，一定要有什么吩咐啊？坐坐闲聊不行啊？吃点心。庶女啊，赶紧给皇上下礼呀！ 参见皇上，啊，不必多礼。坐，快坐吧。啊，皇儿啊，这可是云南贡品普洱名茶，是你父皇在世的时候赏给哀家的。哦，果然不错。<笑>
你吃吃这个，你看多精致啊！哀家刚吃了一个，哎呀，一吃胃口大开呀、啊！你尝尝看。好。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嗯，好。<笑>可是有一样啊，你肯定猜不着。嗯，这些小点心呀、啊，不是我们御膳房的厨师做的。那谁做的？ 母后做的，哀家哪有这么心灵手巧啊？是她，王淑女，她亲手做的。嗯，很好。谢皇上夸奖，你说这宫中女子无数，像她这么心灵手巧的还真没有。皇儿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是是是，母后所言甚是。<笑>哎呀，不过。 儿臣近日朝中颇多要事，还要大批奏章未曾批阅，望母后见谅。儿臣先行告辞。哎，皇儿，哎，皇儿，哎，他忙，先让他忙去吧。改日哀家再替你安排。 奴才是贵妃娘娘派来的，来伺候您的。是你？是，你不是在贵妃的寝宫里，怎么会跑到朕的宫里来了？这就是因为奴才刚刚听到皇上在尖叫，所以奴才过来看看皇上有什么需要。王直该死，出去！给人出去！是啊，皇上。谁？哎，这谁在朕的寝宫外哭泣？ 皇上是贵妃娘娘，其实她早已经返回到宫中，她是怕惹皇上不高兴，才命奴才先进来的。贵妃，臣该死，请皇上赐罪。爱妃快快请进，快快请进。爱妃啊，你去谢皇恩也非朕的本意，现已回宫就好，何罪之有啊？皇上。 臣妾离开，否则臣妾绝不会离开皇上半步。
是张思智的生辰，我们想每人凑些银两，请郭公公买些酒菜回来，为张思智庆生辰。你给我们一道吗？要多少钱啊？一两银。于谦呢？还能买个小花玉瓶送给他。一两银？怎么，一两银子也嫌多吗？当日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冒名顶替进宫，高邮首富之女，会是这个样子吗？ 夏荷，我最近急着用钱，不能参加了。春华，你是直属张思智所管，住个信也是要的。你说，要是晚宴上看不见你，张思智会有何想法？是啊，不怕官，最怕管，这些应酬是少不得的。再说一两银也不多嘛。我要存钱买乐器去考乐工局。哼，那张思智的晚宴我就去不了了。至于张思智的寿辰，我会想办法弄个礼物亲自送给他。 春华，你就是做这个送给张思智啊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做好了，就是这样的，好看吗？好漂亮啊！张思智一定会喜欢的。张思智连皇上的龙袍也懂得做，他会稀罕这些？你就别挑剔春华了，人家想买乐器考进乐工局也是好事一宗，只要有心啊，张思智是不会介意的。是吗？想考乐工局也非一时，到时候得罪了张思智，才叫吃不了兜着走。哼。 别管他，跟七巧一个逼供出气。对了，张思智的生辰有很多人去吧？也不少了，有50多人呢。那到时候一定很热闹的。那肯定的啦。小安子，待会儿你帮我把银两交给郭公公，记着酒要好，菜要好。 夏荷，夏荷姐全都要最好的，是这样吗？当然了，张思智过生辰可不能出乱子。你记着跟郭公公说。知道，他把钱包放在哪里的，也只有你们三个人。到底是谁干的？赶快给我招认。你们还想抵赖？是不是要我逐一用大刑啊？林思哲，偷钱是大事，不是你用刑，我们就会胡乱认罪的。是啊，林思哲，真的不关我们的事。我的月俸也用不完，为何要偷钱？ 是不是有人要买什么东西，钱不够才出此下策，就不知道了。林思哲，您一定要查明此事，还我一个清白。红心，你这话分明是冲着我来的。我是想买乐器没错，可是我所有的钱都是我一分一毫存下来的。人心隔肚皮，谁也说不准。刚才几位掌政也到我房里搜过，并没有搜到任何东西。你千万不要含血喷人，就算是偷了东西，也不可能放在自己的房间吧？ 红心，我也不相信是春华做的。你偏帮他，那难道会是我们两个人吗？不是我呀，林思政。之前为了闹过一事，李尚宫对我已有所不满。现在如果单单针对春华，恐怕更令他不快。好了，我看再问下去，你们也不会说真话。来人，在，把他们带出去。 事情未查明之日，三个人都不能放出来。是，冤枉啊！林思哲，不是我偷的，林思哲，快走，快走！洗得干净点，别连累我被人骂。春华呢？不是春华送脏衣服过来的吗？我怎么知道？
春华送葬衣服过来呢，春华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过来就是要告诉你，春华他们同意住处有宫女失窃，他们全部人都被关了起来。怎么会这样的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那笔钱本来是要来给张思志贺岁用的，现在突然不见了，弄得满城风雨。春华的为人你是知道的，无论如何他都是不会偷钱的。这我也知道，可是有什么用呢？可是我不能离开浣衣局。 小安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。我也想，可是这能有什么办法呢？皇上，贵妃娘娘命人拿了些点心过来。传。听。 奴才参见皇上，奴才奉贵妃之命送点心来给皇上。好，皇上请慢用。你不是那天在镇寝宫出现的太监吗？正是奴才。贵妃娘娘经常提起你，说你聪明机智。贵妃抬举，奴才不敢当。 是皇上，你叫汪直是吗？啊，是，在下就是。啊，喂，今天我来御书房的事，千万不要告诉。 知道，皇上还记得你，以后要有什么好事，别忘了我。当然，一定。 今天难得与皇帝高兴，要不要再奏上一曲啊？哎，罢了罢了。今天难得与皇上、皇太后齐欢，了解家事岂不更好啊？也好也好，好，那你们就退下吧。是。来，好，好早啊！今天臣弟高兴，想先敬上三杯。好。 给皇叔斟酒。是。好。这第一杯酒，敬皇嫂身体健康。这第二杯酒，愿国泰民安。这第三杯酒，愿皇上早日册封贤后。 让我大明开枝散叶。是啊，皇儿，国不能一日无君，这后宫啊，也不能群雌无首啊，是该另立皇后的时候。 皇上，自古帝王后宫三千，嫔妃无数，有的是为了自己的私欲，有的是为了多生后嗣，而皇上至今只有一后一妃，而皇后被皇上废了，死在了南门。现如今呢，后宫只有万贵妃一房专宠。据我所知，
万贵妃比皇上年长许多，恐怕不利于繁衍皇艺。五皇叔，你喝醉了，不好，孩儿身体忽有不适，先行告退。皇上且慢，请问皇上为何退席？难道是怕万贵妃不悦吗？五皇叔，你喝多了。本皇叔对不多，起码还能看得出来，这万贵妃比你年长很多，而且这手段厉害。皇帝，皇儿他们累了，就让他们回去吧，皇嫂陪你畅饮。来来来，快坐下。皇嫂，皇上自幼是我看大的，难道我这个当皇叔的劝他几句都不行吗？古人云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如果皇上连一个小小的嫔妃都管制不了，那如何治理国家？刚才我看皇上每说一句话都要看万贵妃的脸色，臣真是按耐不住。五皇叔，请你自重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就连先皇都会让我三分，你一个小小的嫔妃竟敢叫我自重。娘娘没事吧？五皇叔，你喝多了。五皇叔，你个狗仗人势的阉人，也敢在这里说话。皇上，当年先皇就是听信了太监的谗言，才在土木堡受难，让皇上和皇太后在南门受苦多年。皇上，以后对这些太监和宫女们绝不能过度宠信呐。母后。皇帝啊，你是喝多了。来人，扶五皇爷回府。太后，皇上，老臣说的句句是实话。皇上谨记啊，皇上谨记啊，皇上。皇儿，贵妃，五皇叔年纪大了，说话容易糊涂，今天晚上的事你们就别放在心上。儿臣不敢。臣妾不敢。那儿臣先行告退。臣妾告退。走。太后，五皇叔真是喝多了，酒后吐真言，说的都是哀家的心里话。叔也是酒后胡言，你别放在心上。酒后胡言，如果没有汪之拦着，挨打的可就是臣妾了。待五皇叔他酒醒，一定悔不当初，我让他当众向你道歉，消消气啊。不必了，臣妾不想见这个老匹夫。好，不见，那就不见。皇上，臣妾今日心情不佳，恐怕怠慢皇上，还是请皇上先回寝宫吧。臣妾想要定神静养。好，你们好好伺候贵妃娘娘，不得怠慢。是。贵妃娘娘保重金躯，千万别为这种人伤神。王直，刚才幸好有你为本宫挡驾。娘娘做事万死不辞。你的嘴没事吧？能为娘娘分担，受再重的伤也都值。先皇就是听信了太监的谗言，才在土木堡受难，让皇上和皇太后在南门受苦多年。皇上，
以后对这些太监和宫女们，绝不能过度宠信呐！老匹夫，我告诉你，你总有一天会跪在地上来求我饶你的狗命。阉人，阉人怎么了？我总有一天会做一个高高在上的阉人。 已经答应垫付我赵思志授产的钱，看来这李尚公啊，还是对春华最好。别管那些闲事，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。夏和施妾那事儿查的怎么样了？哎，还是没有真凭实据。你说这春华她是缺钱，但你说她偷钱，很多人都不相信。 是，上次吴恒殿，他向李尚公请命，要求多加照顾老病宫女一事。宫中许多德高望重的女官，都对他另眼相看。除非有真凭实据，否则很难定他的罪。可是除了他之外，下属实在是找不到另有一人呐。你不会继续查吗？是。 四智的寿辰，我们司政处的贺礼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我找找，有什么可以送的就送过去，省得花钱费神。也好。那刘司政，那下属就先告退了，出去吧。 是周长善主动送给我的。 这是什么？你别告诉我，这个荷包是自己跑到我房中来的。哎呀，我只是想捉弄一下那个人，我不能让他去参加月宫局的考试。 之内，不知哪一天才能放出去。钱不是我偷的，我不怕别的，就是怕。
怕错过了月宫局的考试，更怕连累韩香也不能借机逃出幻衣局。娘，你教教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姐姐，啊，小安，这么晚了，你来干什么？美兰大姐，我知道你今夜看守这里，特地给你送夜宵来。哎呀，还有人想着我这个老大姐。姐姐，你是陈年佳酿，越老越好。油嘴。夜宵是什么？哦，夜宵啊，打开看看。这是清炖鸡汤。哎呀，给，还有桂花糕，不知道对不对姐姐的胃口。啊，还行还行，快进去吧，别待太久啊。潜藏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临死正房里，是七巧偷的。他想因此困住你，不让你去月宫局考试。春花姐姐，我先走了，你保重。上一堂书法写得最好，画画得最好的是同一个人，邵春华。春华，你过来。春华，这是几颗蜜饯，是太后赏给上宫局的，现在赏你一点作为奖励。谢方上仪。大家以后呢都要向春华学习，好好写字，好好画画，知道了吗？是啊。韩香，春华，这么早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下课下得早啊，你看我还把桂长带来了。你们有书读真好。我和桂长今天到这里来是来给你送好吃的。韩香，你看蜜饯鸡汤。哎，好好，是你们，是又怎么样，跟方尚仪说吧。不过最后还不是得由我姑姑林思正来做决定。为什么你们老是欺负春华？我就是看他不顺眼，行了吧？为什么七巧要这样对我？如果我考进月宫局，别人就不会再拿他和我做比较了。为什么连这条路他也不让我走？虽然明知潜在林思正屋子里，但我可以告发他。就算告发他，到时候他随便编个理由也能混得过去，但若林思正恼羞成怒，我的处境会更糟。娘，你教教我，你教教我该怎么办。韩香，你怎么做事情的？这是万贵妃宫中的衣服，你怎么能跟其他宫女们的衣服一起洗呢？要是弄错了，被万贵妃宫中的人知道了，那还了得了？啊，对不起。你把这些衣服好好的给我再洗一遍。是。你知道那些钱现在在哪儿？在林思正那儿。是林思正陷害春华的。害他的是七巧，赃物现在在林思正那儿。那要不要跟李尚公说？春华说千万别轻举妄动，怕弄巧成拙。这也是。我有办法了，可以让那些钱出现在众人面前。什么办法？
衣服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准备好了，你等一下。上宫，惊动了上宫局各位女官，实在不好意思，真抱歉。不打紧，万贵妃的衣服被错放了，当然要一一找出来。张司至、周司社那儿都没有，就到林司正那儿去看看吧。好，那有劳李上宫了。怎么了？这么慌张？听说是万贵妃的衣物，不知错放到哪位女官住处了。现在他们带人找到这边来了，你快去招呼他们。是，走。哎，司政，李上公，刚才我在找万贵妃衣物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个红荷包。这不是下河丢失的银子吗？啊，汪公公，你看看万贵妃的衣物是不是在这儿？好。那你们找找看。是。小心点啊。回王公公，这是娘娘的衣物。真找到了。那你们浣衣局真是太不小心了，娘娘知道肯定会责怪。哎，找到就好了，那有劳二位了，我先告辞。有劳。走吧。李上公，一定是有人想戏弄夏荷，待我查明此事，绝不轻饶。也不一定查得水落石出，与其弄得人仰马翻，不如简单结案，先把无辜受罚的人放出来，再把那些故意恶作剧的人教训一顿，省得再连累其他人受皮肉之苦。李上公英明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司政下令把他们三个给放了。偷钱的事儿不是他们干的吗？不是，那是谁干的？我怎么知道？叫你放人就放人吧，这么多。是。你们可以走了。啊，太好了，走。官的住处逐一搜查才找出来的。哎，你笑什么？我被万贵妃宫中的太监赏了好几个耳光，现在我要加倍奉还。来啊，给我打。是。
的。你这次可把我连累苦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能不能少给我惹麻烦？对不起，姑姑。对不起？你知道刚才李尚公的脸色是怎么样吗？你知道贵妃宫中那几个太监心中想的是什么？你姑姑我将来是想坐上上宫之位的，我这样被你拖累下去，我还有机会吗？我怎么会想到有人来搜姑姑的住处啊？也是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有人放错衣服，想到要搜姑？春华在幻衣局有个好朋友叫百寒香，会不会是他搞的鬼？百寒香，姑姑你放心，这个人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就你，你少给我惹麻烦，我已经是万事大吉了。我警告你，别给我自作聪明。